五天假，留了三张卷子，我以为开学一起交，结果是一天写一张。现在是9:30了，我刚溜完回来，为了想给你们介绍我的新的咕卡，现在赶紧干作业。沉浸式写作业开启。长长做题还是非常快的，1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1/4。哎呀，期间还要喝口水。0020x8x4，4800，15×5500。101-1=77，77×100=7700。还有最后一道题，写完了。你写作业真快，你看表，不到半小时，写了一张卷子，快检查一下。好的。作业提交完毕，现在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妈妈给我买的咕卡套装。六边形、圆饼形、正方形、花朵形、正圆形、爱心形、方饼形、水滴形、米奇形、星星形，很漂亮的小链子，六张贴纸。还有一个小镊子，妈妈给我买的咕卡贴纸套装，我真太喜欢了。可惜10点多了，没有时间再做了，下次再来做吧，拜拜。